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试玩这款盖亚2200。测试时间8月29日到9月5日。OK， 来吧，这是入服手游啊。登录中，好了好了。二次元可以选男生女生的形象，然后随机 ID。 游戏介绍说是肉鸽塔防啊，二次元肉鸽塔防，然后有各类神话英雄神子，这边要自己点击一下下啊。人类历史不是才5000年吗？4000-5000年吗？我们跳过好了。就一个背景介绍，盖亚2200，结果直接出现一个孙悟空，是不是黑悟空？完全没有玩，完全没有看，因为那个是一个热度啦。啊，真的有孙悟空，因为我平时也没在玩一些3A 游戏啊。我有 PS5 啦，上面很多3A 游戏，我的那个会员买下去都没玩，有个浪费的，花了2000多块，亏爆了，亏爆了！哇，真的是塔防啊！这个光球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好像不能操作欸。吞天魔狼芬里尔，俺老孙四爷。哦，有了有了，金箍棒。天照大神，日本的，就一些神话、神话类的一些角色，东西方都有。宙斯，这个应该是系统演示而已啦，战斗系统演示一下。我们待会应该是从零开始吧。灭世巨人苏特啊，这个巨人胸部有点大欸。好，序章，废墟的少女。没有 Life 2D， 都是只有 2D 例会而已。音乐再小声一点好了。凤凰虎，有剧情哦，哦，这是有剧情的。有的人喜欢看剧情啊，要不喜欢就跳过吧。啊，关卡，整个画风比较清新一点呢。挑战一下大野猪啊，不是说有狼包围我们。进度条，首领会出现，然后我们城池就是塔防肉鸽嘛。哎，那是一点哦。靠嘞，不早讲。等一下，我那个滑鼠又坏掉了啊！我的滑鼠左键坏掉啦。
太累了，太累了！无敌冲撞，没啥音效，欸，奇怪，这太小声吗？跟最近常玩的那种洛哥塔防不太一样。最近的那种洛哥塔防都是让他自己打，我们在旁边看戏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有一把弓啦，怎么穿上去啊？这里什么意思啊？要重来哦？哦，可以直接打首领。战友比较强吗？他音效声比较小声啦，所以就听不太见。然后我也是比较小声。自动射击，哦，自动射击哦，我刚没有点，还在研究这游戏。字太多了，解锁自动射击，我要怎么做啊？这是箭袋哦，哦，我要森林试炼4才可以自动哦。赶快让我自动一下好不好？拜托。然后我滑鼠又坏掉，我已经坏了好几个滑鼠了。啊，白狼王，好累啊，好累啊，好累啊！我希望赶快给我们英雄啊！啊，这个森林音乐很熟悉呀，大家用的开发器都差不多，游戏开发器。这不能消失吗？消失了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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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他没远程射我哎！啊，猪、狼、熊都跑出来了，这边可以2倍吗？还不行。OK，3颗星啦，首通奖励。我到底要不要开？给我开自动啦！终于呀，我们终于有自动啦，解放双手啦！这是我最需要的。我点这里哦，然后阵容。哦，我们要装备箭袋啊！有弓箭之后还要箭袋啊，然后强化一下。OK，然后继续点。应该是要打这个了。你看，我们猪、狼、熊、花精灵，这边还有锻造。啊！终于解放双手，我的手好酸哦，手指好酸。我们的伙伴都还没有啊，什么时候给我们伙伴？这边有 auto click 欸，然后这个进度条100趴，那个就可以打 boss 战的。好，玩到这边大概9分钟，终于轻松了。聊天室，欸，本服聊天。好，打死。换了一个滑鼠，它那个形状我不太喜欢，网络买的，没有试用。我的小拇指好痛，我会卡住。
就是已经习惯原本的那个滑鼠，那你突然换了一个滑鼠，那形状不太一样，握起来就很酸。好，入门试炼森林五，这边的话要解锁啊，还不行。升到顶，升到顶。啊，这个是还没开。这是背包，啊，这是回我们的主城。打这个树妖啊，森林之王。有点打不过哎，怎么觉得他有点硬啊？硬邦邦的。我们没人要帮我们，手术脚要来帮我们的吗？手术脚没有要帮我们呢，我们需要一个肉盾呢。核心升级，这里有核心，修复一下。我来吃一个东西。嗯，我维他命 C 没了哦，真是的。喉咙有点卡。剧情跳一跳吧。那剧情好多，剧情好多哦。然后我们已经回到首页，他的音乐还停在刚刚那个紧张刺激的音乐。锻造一下，好，跳过天选者之戒，跳过，然后装备一下，有弓，有箭，有箭袋。我们是一个弓箭手，角色的话，目前没有角色啊，没有水宠，可不可以换个音乐啊？这个音乐好吵哦！你是在紧张什么啊？终于换掉音乐，太吵了。他就是那种，没有设定好，游戏没有弄好。刚刚那个剧情是刺激紧张的，然后他之后没的时候，他一直跑那个音乐。哦，我们直接碾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换那个剑之后就直接过。我们至少要玩到那个啦，玩到伙伴出啊！现在还没有伙伴，没有伙伴怎么办？先升级一下，有强化石。这边有商城，还没有开，核心要二级，这个有点卡住了，这个，那这个应该上去一点啊，有 bug，大家有发现吗？这个应该上面一点，它挡住这些东西，毕竟还在测试啊。就我已经发现两个 bug 了，一个是音乐的 bug 嘛，然后一个是这个要上去一点的 bug。好，我们打这个地系的先知怪，碾压是怎样？战力很高是可以直接跳过，直接碾压他们。已经半夜3点了，待会再录一个就休息，不要录太多。我们的伙伴都还没出来，我可能玩不到我们伙伴出来了。需要在这里啊，磐石峡谷市这边就会有一个神话级的弗雷亚水虫会跑出来。哦，那我们就要再努力玩士官。那你没事就给他升一升，不然等下打不过。13级哦，然后加速的话不行，要回我们这边升一下二级。核心要升到二级了，
二级又有一些需要的东西啊，这边有一些条件，应该有一些条件，需要这个资源，而且要20级啊！我现在13级而已啊，13级跟我装备一样，也就是说那个我的装备就跟我的等级是挂钩的。我刚跳出去欸，我以为他会自己打，结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以为他会自己通关，但没有，我们跳出去就没有了。这游戏给我感觉比较不像肉鸽塔防，没有肉鸽的部分啊，就是一直战斗，只是它的战斗是塔防射击的玩法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啦。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那这个角色要峡谷四啊，峡谷四我可能要再玩30分钟吧。那我又不想录太久，不然我们先跳过好了。好，终于来了，峡谷四，伙伴出现，弗雷雅，一个女神，我也不知道是哪边来的女神啊。好，我们要来调整一下，配置一下吧。阵容，哎呀，按到那个账号，小鳄鱼账号，小恐龙账号，我们已经19级了，说很快，有没有19级？它不能超过我们等级啦。然后这边龙骑将，这些关都是那个蜥蜴人吧？我们有打猪的啊，打狼的，打熊的，打那个花精灵啊，花妖啊，然后这个是蜥蜴人，蜥蜴人关卡，我这边还有下一个目标，那这个就给他升一升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啊，哎，我们的女神呢？我在前面，她当做一个肉盾，帮忙打这样，哇，好大声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